黄春燕，大家早安。从彰化高山寺庙古迹之旅，彰山之美，看见彰山之美之宝，彰山真善美。到今天，魅力彰山钓鱼竿，一本本记载彰山之美的书籍。大家好，今天是彰化高山在我们教师节前夕办理的新书发表会。那新书的书名就是我们的《魅力彰山钓鱼竿》，是由我国右手边盟的退休的主任施坤健施主任所完成。那这本书编辑了蕴藏了很多我们彰化高山历年来的珍贵的史实照片，也记录了彰化高山的真善美。那这本书是由我们很多的校友来做一个赞助，所以今天也除了发表会感谢我们的施主任之外，也表扬我们的一位校友，希望借由这本书也凝聚我们彰化高山的真善美还有校友的力量。谢谢。彰山退休的我，从在彰山服务的三十几年过程中，我都一直在记录收集我们学校各式各样的史料。我收集了三十多年，出版了之前出版了四本彰山文史专辑四卷。最近我们新校长到任的话，我有感于他的治校愿景，魅力彰山，勇耀云冈，这个治校的理念，所以我就把历年来所有珍贵的照片，还有那个史料，通通把它整理在一起。这个包括2000多幅的照片，22万字的文字，特别是里面把彰山的人事物之美，我们号称为彰山之美，都呈现在这里面。这可以说是彰山有史以来内容应该是最丰富的，也比较完整的记录了84年来的历史。今天在校长的和学校和所有的校友的支持下，我们的所有的出版经费全部是校友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，也可以说是所有的彰山人一起共同完成的彰山的一本史书。非常感谢校长和校友们的共同努力，也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不要争。